可是感觉算是那一个。对啊。你要录影了吗？现在丹尼尔倒数三一就要抽下我们幸运的红包了。你要先访问一下大家，这个段单真的太短了。后面好刺激哦，好想拿到它。我们想不想下？啊，不不，想不想去？我们是下一个呢？会不会下一个呢？我的纸，你们要在场喽？就是有点累，可是抽到的话好像就可以。好，我们倒倒数，准备好，三二一，抽！哇，恭喜你！这是下一个吗？下一个是你吗？他下一个是尼泊尔的人，下一个是尼泊尔的人。不好意思，我打扰一下哈，因为我们研究到节点，我们先结个账。但是我会想去。哇，你是克森米尔羊毛的吗？100%的哦。而且我告诉你，他每个都这样标了。Handmade in 尼泊尔，哇，手工的吗？哇，这个好看耶，这个好看。而且你们摸摸看，这脖子，我帮你，我帮你，我帮你拉，轻不轻薄，有没有温暖？还好。我觉得这个造型蛮适合你的，哎，谢喽。可是今年度陪你度过今年冬天，不是你自己摸摸看这材质好不好？好，材质是好的，材质是好的。因为我知道我会摸材质。我刚刚卖棉被的。你有卖过棉被？他家卖棉被的。你说这材质是好的？太好了，是棉，是软。可是它是温暖的吧？我觉得是那个。可是它好像没，它就只能这样围，就这样子围一圈。因为是羊毛啊，羊毛的，所以是气的。好，你闻，你帮你摸摸看，觉得是温暖。你们家卖棉被，就是不怕冷，被天换的棉被跟不怕冷。来，那你要试一下，永远都有棉被，有造型。棉被可以盖。好，那你说女生怎么？今年秋冬。今年秋冬，尼泊尔女孩叫尼泊尔 look。好。你全部的衣服都比较多，比较还是要有时尚感。好，快点。